孟佳、朱静心，有请两位姐姐。有请姐姐上台，有请我们的佳佳子，还有我们西西子，欢迎两位。欢迎欢迎两位姐姐。哇，姐姐们来了，大家热情更加高涨了。我觉得姐姐们来了，也先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来，佳佳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佳。欢迎。来，我们西西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静心。是的，欢迎两位姐姐来打卡我们的长沙。这个开场有个 battle， 好像非常的精彩，是不是小琪？没错，而且刚刚两位其实也是特意准备了一个不同的版本，算是这个无价之姐的广场舞版本了。是，有创新哎。所以刚刚有看到我们翻空翻啊，托马斯有看到吗？哦，刚刚那个托马斯720度那个，是不是很厉害？有点遗憾没有看全。还有意思吗？要现场要再来一遍吗？这是要来吧，我们给点掌声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们再把这个广场舞版本的再重现一下，来一小段好不好？我们跟着一起。你们好，龙跳过。好，我们跟着一起。但我们学不学的会，先不承诺。我跳过了。好，那先教。先教我们就跟着一起学，好吗？可以啊，两块。扭秧歌你会吧？扭秧歌，来来来，扭秧歌还真不是特别的会。来，长沙人民一秧歌扭起来，走三步嘛。三步走三步。走完这个欲望。画个梯形不是十字形吗？四步而已。好，差不多吧。好的。因为这个广场呢是平时长沙最火热的广场舞地带，所以说现场的各位，包括阿姨啊、叔叔啊、哥哥姐姐们，都可以一起跟着来，好不好？然后这样，佳姐你来喊两个八拍，我们跟着一起来一段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好，你要一起唱吗？来，会唱的一起唱，会唱的唱一个档次。来，下面的朋友们全部跟着一起来。是想跟着我一起划水吗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我们这边，你们那边特别的整齐，我们这两个人在这疯狂的划水。没有，我还在震惊当中。刚才听导演说让我跟孟佳 battle 舞蹈，我觉得导演是疯了。哦，的确，突然增加了一个很大的难题。不是我跟孟佳呀，就是。对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对，你有空翻、啊。西西子也是比较谦虚了。其实开场我也可以，该跳的是很嗨的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嗯。那同样的，刚刚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特殊的开场舞之后，今天现场也请到了芒果 TV 的会员三位小浪花，因为他们也要和你们近距离的来打卡一下，也准备了问题给你们。嗯。来，有请一下我们的三位芒果 TV 会员来到台上，有请三位。来，有请我们的粉丝们上台，有请。这边请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这边请，也是从这个万人海选当中选出了三位粉丝吧？是的，非常难得的机会。当然，我们姐姐也要做好问题的准备。来，我们就从第一位开始，一个个来，好不好？看看你们准备的问题是什么。好的，好的，来，孟佳姐姐，就是我就全部看了节目，就看到您就是表现非常棒，然后就是您从大佬宽面，然后花样年华这些就很大舞台表演都特别的稳，太激动了，好激动啊！不是你刚刚是跟着跳没跳完是不是？就是你是我们大楼里的骄傲啊！你是楼里的，真是的，哎呦，就是我心中的粉丝都特别希望你能重新回到舞台，我想问一下你这次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勇气？我有。比如说在舞台上不生火啊，像刚刚表演过的空翻，托马斯，对不对？吴佳姐，去着重抓一下托马斯，对，下次一个自带鞍马过去，高低杠，大绝招，对，我觉得这个舞蹈很不错哎。他的那个舞步非常不错，好，可以之后的时候延续一下作为创意，对对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位准备的问题是什么？看到金喜姐姐，我其实非常的很激动。姐姐的话就是靠那个吸血，然后圈粉的无数啊，然后包括很多很多粉丝宝宝们都一起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表情包，所以想问一下，今天金喜姐姐有没有做一个进阶版的一个吸血？大家想不想看一下金喜姐姐做的现场版的吸血舞？然后来一个无价之姐呢？看看看。推床啊，推床！先鼓掌后欣赏，要看反应来。你们反应激的话，我们就快速开始。强烈一点，来跳！我要看！来，姐姐帮你拿一下麦克风，来。他会放歌吧？会有音乐吧？来放音乐好不好？放音乐。来，5、5、6、7、8。掌声响！太可爱。
的，而且是收获了今天打卡的新款表情包，各位我们就等着微博上面来看截图了，就看你们的这个制作工艺如何，看看有没有新的表情包会出现。是的，我觉得会员宝宝是提了很多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嗯、那我们的两位姐姐有没有同样的问题来考考我们的会员粉丝们呢？是的。OK， 我想问一下，芒果 TV 在会员生日的时候会送哪三大礼物呢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来第三位。对，我知道，是3到15天的会员时长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惊喜祝福。回答。一字不差哎！是的，回答非常正确。来，丽西姐，你准备的问题是什么？我的问题特别简单，就是随意说水。来到湖南是这个样子的啦，来到湖南是这样子的。我今天是怎么了？随意说出3个我或者是孟佳姐姐公演的曲目。曲目对，就是有表演过的。对，你们歌曲我也知道，《花样年华》。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。Beautiful Love。Yes。还有一个是那个《明天的烦恼叫做明天》。哦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好，三位。反应了一下，啊，这位是新观众啊。又新观众。没错。好的，那恭喜三位，刚刚因为回答对了我们问题，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纪念礼物要送给你们，是我们芒果 TV 定制的会员卡，我们请工作人员拿下来，有请我们的两位姐姐送给三位。来，这是颁奖的时候。是的，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定制芒果 TV 会员。哇，这是所有的小姐的照片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去了好几站。这个好有纪念意义。对，我们都没有。我们都没有。就只有他们有，大家姐姐们真的自己都没有。佳佳子不够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们抱怨了很多次，哎，自己没有，自己没有。那导演组无动于衷，每次还是准备三位送给芒果 TV 会员，来送给他们。来恭喜，也希望更多的我们的粉丝宝宝来，我们一起又来到前面来拍个照好不好？来一起看一下前面，请摄影师给你们拍照纪念一下，记录这个最好的时刻。是的，拿到了只有芒果 TV 会员才能够有的这个专属的芒果 TV 会员年卡。哎呀，这个照好开心。是的，再次谢谢我们三位，谢谢三位小浪花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粉丝宝宝，稍微休息一下。没错，各位。如果想这个拿到和我们同样的福利的话，抓紧时间加入我们芒果 TV 的会员，就可以拥有这样的机会和姐姐们一起前来同台。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姐姐好物榜单，我们今天为姐姐准备了好物榜单的 Top 5，稍后要请姐姐为 Top 5来一一排位，并且说出你们的理由。是的，同时为了更好的给姐姐们展示好物，我们一同还请来了三位榜单推荐人，给姐姐来介绍我们榜单里的好物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我们芒果小伙伴带着姐姐好物榜单上台，让我们欢迎千哲、柯颖和萧然心，欢迎三位。欢迎三位。哎呀，也是在开场我有很好的精彩的表现的三位宝宝。是，大家都是一起跳过广场舞的人了，都是好朋友了啦。来一一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，介绍自己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我们的芒果艺人柯颖，可爱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芒果的艺人萧然心，同样也是长沙人，大家好。欢迎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芒果的艺人千哲，欢迎千哲，欢迎三位。哇，好热情哦。谢谢大家。是的，今天呢，各位，我们来到这里，一共有5个好物要推荐，但是你们只上来三位，所以我和星星呢，一人再领一个好物来给大家推荐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也加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先保密一下。是的，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站位顺序啊，依次来开始。首先，我先开始介绍我手里的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出镜率的镜头感，各位一定不会陌生，是啊，吃过了太多，就是。在我们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，姐姐们非常非常喜欢吃的吐司，其实现场各位长沙的朋友其实应该知道这款吐司，我就不给他家打广告了，因为大家真的非常喜欢吃。不得不说，今天下午我刚刚从休息室偷了一包，结果一个小时之后呢，已经被全部的人员给分赃了。现场的各位啊，你也吃了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好物一定要安利给大家，是我们所有的乘风破浪的姐姐非常喜爱的吐司面包。嗯，很棒哦。来，下一个是谁？来，第二位谁来推荐？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呢，是我们
姐姐又爱又恨的一个东西，然后呢也是在练习室经常出现的一个神器沙包。哎，我不知道，我操，水，看来你就是真的忠实观众，真的就是我们的莹莹子的沙包，我们的沙袋。对，这就是 我是真不知道，盲猜的，真不错。 OK， 又推荐完了，不够有吸引力，佳佳子觉得不够有吸引力。对，除了真不错三个字之外，要再加上十个字的评价。来，十个字的成语来形容一下他。对，或者三个成语。这样吧，我告诉大家，就是我平常也健身，然后也经常用沙包。如果你用了这个沙包，你就会达到跟我一样的效果。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好吧？什么效果？你要一个打十个吗？托马斯吗？托马斯吗？这个效果满分，下单下单，买满不买？买同款沙包，这个沙袋凭什么不要？对不对？二话不说上才艺啊！哎，你们的推荐已经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了，那下一个你表演什么？自己快点办啊！怎么办？不喷火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，感觉现在。我推荐的也是，就是女生会非常喜欢那个东西，然后男生可以买给女朋友的一个，噔，就是这个闪亮雪场，像今天我们姐姐们这么闪亮的。乘风破浪姐姐的周边357项链，大家一定要去买这个项链，巨好看。怎么办？这个时候都是女生在尖叫，我能不能大家声音大一点儿？真不错，太不容易了，可以。来下一位，今天我来给大家推荐的一款东西啊，它就非常的厉害。当我第一次拿到它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被它强大的气场给震撼到了。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，它就是我们宁静姐姐的同款水杯 M 豆水杯，静静 Queen。对，我们静静 Queen， 拥有它就能够拥有我们宁静姐姐一样的强大的气场，大家还不赶快来下单买起来？而且是静静子亲自认证过的水杯，非常难得，一度脱销的程度。好，刚刚看完这个之后。我一看到这个水杯，我真的以为是看了我们的节目，然后马上就制作的这样的。以为是动漫周边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说这么火。那接下来我推荐的这个呢，就是女生到了呢，就是马上就会回到18岁，然后进厕所的第一时间会带它，然后出门的第一时间也会带它。这个要进厕所的吗？第一时间你就想要带着它。当然是卫生纸了。好奇心来了，那么大家对我这个就非常期待了，我也相信它一定会成为我们佳佳子和西西子的 top one， 那就是噔，张雨绮的什么发箍？什么东西？发箍，自己笑都不行了。哎，宝宝们，我要推荐一个这样的发箍，你说我怎么办？你前面铺的那个厕所的梗，对，为什么我一我刚刚把进厕所要需要的东西想了10000个出来？我想着让你们好奇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我这样的话，至少让佳佳子和西西子至少会有印象，因为接下来我们的两位小姐姐是要排顺序的，是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榜单的1到5呢，大屏幕上马上会出现我们的数字，而我们五个人呢，就会带着这5个数字，你们两位姐姐就请我们分别站到1、2、3、4、5，按排名来，你排一下。但是也要说一下理由。对，就是你们可以各自排，在你们心目中的前5。对，你们两位要商量一个结果出来后，咱们要站到这个带着物品站到1、2、3、4、5的这个位置前面。行，那就两位姐姐一起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商量一个理由出来。好，现在你们觉得排名第5的是？第五位的是哪一个？第五位。真的是第五位啊！先排第五位。是的，第五位。项链第五位。好，项链第五位。刚刚也不卖力了，说来。下面有一点点小故事在里面啊。好。第四位是。那小故事能先说一下吗？好想知道。就是不了吧。就是不能说的秘密那种。好的，第四位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一天天都要用，每个姐姐都要用，都现在姐姐还在用。看他们俩的眼神，这个到处都可以买，而且现在是地摊经济。姐姐，你一定要是不能要不要？我们要不要离他远？这个人因为发箍，可能逐渐的出现了一些精神方面的。你们给我点支持好不好？来，请给发箍一些掌声。掌声送来是第四位。我是长沙的嘞，我是长沙的。来，第四位哪一个？我是娄底的，佳佳子。他是娄底的。我是娄底人，
赶紧去吧。怎么你们都是楼底的？楼底你是战败了一个，保住我，保住我。你们是在推销自己，还是在推销发箍？讲清楚，我要重新考虑一下。我发箍，这发箍资料是楼底产的话，我们立马送上保障。哎，吐司到哪儿都能吃到。哎，不不不，这个是长沙才能打卡。我在北京吃了三家很大的品牌，都是不一样的味道。我专门有试过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亲自测评。就第四把沙袋，沙袋。天哪，沙袋刚才都那个样子了，辛苦了千九。跟你的才艺，跟你的才艺没有关系，才艺是 top one。对，才艺满分。才艺是 top one， 主要是那个沙袋。对，是的。我进入到前三了，朋友们。那千九真的是能歌善舞，又能跳舞，又能练舞，真的可以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说来就来，来。我是一匹黑马。我拿到他的威武，我输了。到 top 三的时候，眼神再次瞟向你的时候，看看你再次找到怎样新的借口。我和柯颖现在心态是非常好，非常的稳。对，前三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我奶奶都带着这个发箍，我奶奶现在都90岁了，但是她看着她，我说90岁是最时尚、最青春，女人不分年龄。我们刚才想说发箍排第二，现在排第三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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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刚刚没有说话。这佳佳子，你不要只关注关注我，我不想红。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排第三吗？第三是 C 位，我去了，我去了。好聪明！我人生第一次的 C 位，谢谢大家。好聪明！再往前走两步，完美出道，优秀。感谢，感谢大姑，谢谢子。来，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，随便吧。这吐司跟晶晶 Queen。就是大家应该众所周知了，就是当然是晶晶 Queen 是 top one。耶！我也做好了准备。要不为什么叫晶晶 Queen 呢？对，是的，感谢晶姐，晶姐我们爱你了，晶姐我们爱你哦，晶姐。晶姐，看到他俩的求生欲了没有？和长沙的天一样的火热。姐姐我们爱你哦，爱你晶姐，隔空传达爱情。来，那请两位姐姐在我们身边，我们一起来和这个Top 5的好物来合个影。来，因为这是我们的两位姐姐，往前走吧，往前走，两位姐姐选出来的，就大家继续关注支持我们的西西子和佳佳子。来，谢谢各位，那各位也要抓紧时间前去盖的姐姐们的同款一定要记好了。那再次呢，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柯颖，送给萧然心，送给千哲，更要送给孟佳、朱建熙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好，可以稍微可以去到台下休息了。谢谢各位，休息一下。来，那辛苦千哲帮我们拿一下，这个位置最高。好，那今天我们除了姐姐惊喜快闪。